大概5年前左右，这个物联网行业兴起了，然后这个产业呢，目前来说在物联网当中应用越来越普遍。大家看到的智能医疗、智能公交、智能物流，啊，包括家庭里面的智慧家庭方面的应用，其实可以有很多期待，啊，所以我们对未来来说非常有信心，70%以上的产品都是出口到欧美和日韩。大家如果说有意识的去关注的话，还是有许多超市都已经安装这样的东西。然后你看上海的公交站牌已经装了很多了啊，江心市好像也有，应该是也有的啊，在全国各地做。然后在地铁的那些拉手环，在全国都有一些布局啊，说明这个产业真的是在慢慢的兴起，大家就认知已经到这个程度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，大家都愿意来用这种新技术来改造这种传统的东西。